防疫还有 交通便利哈，那你看一下我们的桥墩就是连接到小金门有没有？ Yeah, 啊，小金门啊，你看海岸线是不是有一个有一排刺刺的？这边有没有？哎、这里就是在跟金门大桥、大小金门的桥，还没有建好了，还没建好啊，建一半。你看那边也有啊，小金门不是也连过来的吗？ Yeah. 对不对？啊、yeah. 哦。那沿着水面上的话，你看啊，左手边这个就变成一个内湖，所以很多人来这边赏鸟。你看白鹭鸶好多，有没有？嗯。啊，旁边那个白白的小点点都是白鹭鸶，就这，哦。OK。那你看一下哦，这个水面上就给阿哥喜欢讲哎，反登陆的，防止渔船开过来，因为涨潮这些铁条都没有看到，我记住一支的铁机有没有？哈、哦，那个是讲防止迄落大陆的船开过来，因为你开过来就是要甲阮趴嘛，啊，我们要让你搁浅，我甲你趴等你，你就不能再回去，没有跳标。他如果退潮，一只一只看得很清楚。这个是历史的遗迹啊，就不拆掉了啊。好了，走了。
啊，树木没有那么多，前面是一片大海，那每天就看着红红的太阳旭日东升，就是一天的开始嘛，所以把它称为，你有没有看到那边海为凭珠造作，所以称为海珠堂，就是我们说的学校啊，学校。来来，我们这边照照看，这边的话都是属于中式的啦，哦，这个就不是桥香文化，它都中式比较多，包括它的窗户也是很特别，有没有？内檐外方嘛，哦，主要就是勉励说，人家你做什么事情要方方正正，不要投机取巧。可是你太放正就会怎么样？刚正不阿，会容易得罪人，哦，所以说要叫你要圆融一下，才可以不会说老是得罪人，对不对？哈，哦，往里面走来。这是我们一个模型，我希望你们能够笑纳，谢谢。